大家老早大家好，应该未食早顿吼。啊，今仔日真欢喜会当来遮为大家传承，对我来讲嘛是一件真有意义的代志，尤其是伫咱电南先生这基金会，因为伫我人生当中，行一路行到今做这个传统的艺术，伊对我来讲嘛是一个震动啊，其中一个。因为伊若无迄种的文化理念来提供，咱宜兰文化无法度保留。所以我进入南洋戏剧团，开始为宜兰的文化打拼。呾呾，其实早期是戆戆去学歌戏，互人骗入去。因为阮有钱通领，就一个安定的生活。吼，算是咱宜兰第一个，全台湾伫民间所有的这歌戏团来讲，咱宜兰南洋戏剧团是皇家的扶持，所以会当用好会当安定来做这个传承，其实是真不容易的代志。慢慢，我行到今嘛将近三十年的时间，我搁18岁尔，唔免怀疑。所以对我来讲，会当伫遮传承是一件真有意义的代志。所以我今嘛要来唱的吼，那伫这有大概是写一个书，吼、哦，以咱这个定安先生伊死的立观的这个治观的观念，这理念来写伫这书内底。啊，上主要是要以咱讲的这个劝世调、劝人为先为主的这个江湖调，吼、哦，啊嘛。唱这个劝世歌来跟大家分享。谢谢。都好，这掌声多来多送。
是我的名啊，小妹啊嘛住伫咱这个宜兰城，今仔是要来遮念歌，我的邻家。念歌伫台湾吼已经有300年的时间，袂停是咱台湾发展起来的乐器，真侪人拢唔知影，咱拢去看中国的乐器，哦，胡琴啊、扬琴遮吼。这个袂停是上会当代表咱这个本土一片土地的声音。今仔是要来遮为大家传唱，其实嘛是要来感谢咱陈定南先生。陈定南先生讲，如果若要受人来介意这个人吼，也是讲受人来尊敬是无法度两全，所以咧，伊甘愿受着人来尊敬。定南先生伊伫咱这个做馆长的人来，伊伫馆的理念是以馆公。文化传播，吼，啊，佮咱即个传统价值来立观。台湾历史人爱知影，金人脚步安怎行？咱啊，少年人啊，咱就爱传承即个定南先生吼，即个理念，咱就爱逐日来拍拼。先人的心愿吼，咱就爱当作听伊。定南先生最思念的，为我千年有才能，人人千里等千遍，伊的精神爱传承。坚持，咱来守护咱依然甲坚持。伊为阮连连有魄力，所以脚踏实地在经营。咱这少年的，咱来这个脚步来行吼，脚踏实地。既然好山好水好所在，有这个南洋的客来灌溉，所以咱都爱守护这资源一代传一代。唔通互遮外力来破坏伊，依然文化的重点。咱定定咧讲，依然文化重点是在咱依然嘛吼。我即几啊年，我一直做文化做遮久，感觉有慢慢伫行退步吼。所以咱依然是真侪好的人才，咱要安怎来扶持？咱遮观光传播嘛需要大家恁，吼，遮传统价值咱就爱继续来坚持。去保护土地，爱为着遮百姓来发声，守护咱的民主自由遮个命。面对所有的问题，咱就唔通惊，所以咱就爱手牵手来向前行。是消失去哦，千万唔通哦，这个民主难行倒退，所以啊，无咱台湾就会稀烂嘞吼。所以讲到咱宜兰吼，较早讲搞风台搭地洞，啊，就物件只野兽甲毒虫，啊，阮只来做文化，袂当来游荡，爱做一个有尊严的文化人。将咱当作这个狗的人吼，所以啊，咱来做一个有尊严的什么人？台湾人。念歌到这金尾声，感谢在座大家众弟兄今日来遮吼，咱来为着这个台湾，骨力来打拼。
所以咱爱行伫对着咱个平安先生个即个观光文化吼，环保佮传统个价值来建构，我相信吼，即个是真正一定赢。平安真快乐，为着咱台湾吼，这个国，所以咱就爱合力打拼，和大家建设一个大来幸福啊！平安先生伊的理念就是爱传承，咱来继续来传承。所以这十年的二人建，二十年的二人梦吼，不管是安怎，咱就要去面对解决这个难题。吼、哦，啊，刚好这也是一个少年囡仔。咱来踏实来向前行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袂当用较济，用过两回吼，可能爱三暝三暝才连袂完。即个真感谢大家，当来遮甲阮斗支持，吼，阮需要大家吼来甲阮鼓励。啊，若需要一起的所在，我一定过来甲大家赞声，然后大家听是好运的。多谢大家，祝大家一个快乐的时间啊！大家等为着咱台湾，为着伊来来打拼，恁真少年，真年轻大哦！多谢，多谢，多谢大家！好，再次热烈掌声感谢吴宇。